别老瞎得罪人，回头人都算在我脑袋上。你到底说了什么？先把人欺负自己妹妹，要不要脸？不过也行，遗传相夫教子，这规矩是你定的呀，所有女性都得听你的呀。你们纺织业从古至今，那翘楚哪一个不是女性啊？你们俩连本都忘了。怎么，你还要打我吗？站出来！你干什么？我们敬重你，希望你也能像我们尊重你一样尊重你。侮辱学生的老师是最没有能力的老师。这账本总共22，每本192页，每页40条，加在一起就是16万8千9百6。他就算不吃不喝不拉不撒不睡，每分钟最少有3052。这是计算能力。你敢随意我看？今天是我宁某人的大婚礼，你来到这儿一句吉祥话都没说，又吵又闹还砸杯。在家里你娘没教你，今天在这儿你爹我得教你怎么说。对事的天生必然一等，夫妻双方无论怎样都是平等的，应该相濡以沫，不应该分高低贵贱。人家顾客还没开张呢，就跟这说不行不行不行。你会算卦呀？那能算给我算算呀？行不行的看结果，人家业绩还没出来呢。我说您真是我心目当中最优秀的。对事。